这个东西肯定好多人没吃过，很多人吃过冻梨、冻苹果，肯定没有多少人吃过冻桃子，绝了！这个是秋天的时候我们自己家果园里边的桃子。然后就是那种稍微软一点的，或者是有磕碰的那样的，就放冰箱里冻起来，留到冬天的时候吃，或者是这个季节吃，绝了。可甜可甜了。